如何让男友回心转意。子怡姐，我被我男朋友甩了。不会吧？今天一早我就收到他发来的信息。为什么？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又胖又土，哪里配得上我？我可以减肥的。赶紧回家，别丢人现眼啊！岂有此理！对于这种渣男，只能用排山倒海这一招了。不要啊，子怡姐姐，我不想把事情搞得这么大。就是你这么胆小心软，他才肆无忌惮的欺负你。你有办法让他回心转意吗？看来只能用这招了。后发制人，花香别自来，进行自身的修炼重建，就是再度让他动心的秘籍。两枚。哟。还纠缠不清呢。你是这是我的新女友小薇，只有这样的女人才配和我住在一起。看来只能用最后一招梅花宝典了。艾薇，让那个渣男好好长长见识。可以啊宝贝，等我一下。叮咚，你的一日男友已上线。子君姐，你们哪儿来这么多点子？我功夫特牛，几百个秘籍，上千种武器，技能自由搭配，能玩出花。我决定了，放弃这个渣男。艾薇姐，你叫我来功夫特牛呀？咋回事呀？